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别这么快！我是真是服了。别一直我不交闪就打不死，是吧？那回头干啥呢？这别扛塔呀！哎呦我天！你干啥来了？哎，为啥上路兵线没了呀？啊，赛恩断兵线去了。啊，红不没了吗？你红没了，我也没招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人怎么没了呢？那偷完红断波兵人没了。严阵以待。致命节奏赛恩。这是要 A 死我呀！把他们也算上。Shut down。这波兵线有问题。Enemy double kill。人的喧闹，看住！还得推一波。回家了，多出点攻速，跟他打。他不得把我真眼给排了呀，这真眼他不排呀。
你让他吃到塔皮了。他要吃出啥？他要出暗行者之爪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把他们也算上。你干哈呢？他也有可能要出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血色之印。出招吧！Enemy killing spree. Enemy double kill.严阵以待。差一点点，更好啊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他有可能会发车上来啊！我们右边留个眼儿。没有眼儿啊！我不交闪了，算了。这蓝枪我估计他有闪，他一级应该交了。这闪现咱不交了。哎，我眼儿咋没了呢？我手里没有眼儿啊！哎呀，怎么没有眼儿呢？没有眼儿，为什么没人跟我说呢？把他们也算上。我估计他这波应该有传送。现在该我了，他要出暗行之爪，针眼放一个吧。上波没杀了，这波试试吧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看招！才能，算了，走吧，上线了，我们撤。哎，我能直接出耀光啊，那我来个耀光吧。
阵一段。等一会儿我们杀他的时候用不着大用不着回家的时候啊就可以了。目前我们这个状态还是有点差，装备不够好，一会儿伤害高一点杀他不用回家就随便杀了。跟我硬换呢，有没有队友来波上路啊？我的天哪！我一塔没了，那么塔肯定没，那蓝枪给我换，我能怎么整你呢？那跟他道信说，让他打个峡谷，他也不打，也不知道上哪去了。那硬往脸上冲，你说怎么整？严阵以待。打个蓝枪应该问题不大吧？我又回来了。行了，你去吃屎，我来给你打这个。别的我都不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我杀的吸血鬼说俺们家中单在干什么，他在哪儿？暗行者之爪，我刚要能有个扣还行。
卡了我两下平 A， 哎呀！哎，怎么有点卡呀？右键点不到人。哎，哎，严阵以待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出招！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怎么为什么会有点卡呀？手残了，这跟手有什么关系？它不好使了。跟不上我操作。我不能回家。我得去中路杀他们家波比。哎，好难啊，好难啊，真难啊！哎呀，算了，交闪吧，这1000块钱，拉倒吧，省得他再有闪现。真恶心。一顿杀呀，让人家，哎呀我的天，那有个赛人我还不能不守他。现在给我，值不值？这1000块钱也就是拿点钱，拿不到啥资源。下波如果团战打不过，因为我闪现没打过，等我没回家树桩呗。能扣着不？能不能扣着？扣着！哎呦我天！还有大！你能打过他，但是你不一定能打得到他。踏死！别让他拆了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小龙不用小龙，大龙，大龙大龙大龙，杀吸血鬼，狂风之力，大龙大龙大龙可以要，来来来来来，把
快点大龙，这剩俩，剩那么两个玩意儿都没有用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，赶紧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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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俩没伤害，那蓝枪没有狂风，快点打，大龙打了就好了，大龙打了，我把下路拆了，出招吧，大龙打了守赛恩就好守，这赛恩其实没用，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家的下路不行，他们要四打四能打过那赛恩一点用没有，整个就一送人头的，这别着急打啊，我还没到呢，行吧，那团就继续打吧，先把那赛恩杀了，真能跑啊，哇这蓝枪实在是能跑，一狂风接大接闪，有闪没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，但他跑是真能跑，把他们也算上，你们拆中我拆下，可以撤了，其实不管他们了，死死这波我不去了，我如果去了高地可能要掉，那维恩干嘛去了，他挖抓 Q 没用，其实嗯有点烦，有点烦，这个风筝，风筝我的有点恶心，我说实话，哎呦还好没爆血，红有没有？小龙，维恩这波可以啊，这波维恩不错。哎，这波维恩修起来了，你跑啥呀，你有什么好跑的，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拆中不管了，把
他们也算了，赛爷，你走你走。狂风没拆掉啊，没拆掉也没关系，他们反推反推不了，我在干什么，我在拆塔呀，哎，我在干什么，这倒没事儿，他们家也推不了啥玩意儿呢，死就死了，看看蟹手能不能出，蟹手不够，1700差点钱，来蓝盾吧，不出那个蟹手了，这把蟹手没什么用，严阵以待，大龙，直接开吧，那波比搁下路呢，直接给我开龙，把蓝天杀了，一波拿下，哎，那怎么打龙打一半去打人去，打人打人打一半又去打龙去了呢？那刚才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，直接能一波推了吧，那吸血鬼没有伤害，打人不掉血，破装没法。